肥茶，本人也没有那种，哎，不是绿茶好像会有减肥效果吗？对不对？最近好像蛮红的，看哪一家给他可以推荐我。对，好，哎，突然想说，我今天穿的服装好像也有点蛮适合今天的装扮，你会觉得很适合吗？哇，你今天的话很多。